前有个汽车，从前从前有个汽车，但是没有汽车，知道是怎么那样的？汽车赛车，据说 start， 汽车可以，他在这儿滑冰，他自己那个自己滑。去不了，他自己滑了，欢迎他哈。讲完啦。再讲一个。好，我自己把故事放在这儿，然后这个故事录下来了。录下来了。Good night, dog. 小狗狗妈妈跟他的小宝贝说，在床时间了，不能再玩了，不能再看啦。然后小狗狗和小猫猫一块睡觉，然后他梦见一个特别好的，然后妈妈亲他在晚上，然后他就 good night， 小狗狗就睡着了。他梦见他吃饭，然后他梦见他跳在月亮上头，他梦见他跑步，他梦见他被特别特别大的狗，特别大的坏强盗狗给抢到了，然后小狗狗渴了，然后他和他的小猫喝水，然后他们睡觉了，然后真响了，叮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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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小狗狗还是睡觉了，然后他把钟弄下来，然后那个月亮走了，然后那个星星马上就走，然后太阳起来了，然后他说 Good morning， 小猫，然后小猫说 Good morning， 小狗，然后他们。可以一起玩啦，然后妈妈说 Good morning， 小狗狗，讲完啦。讲得真好，再讲一个。好，丽丽还想听呢。